小朋友好，这节课呢，我们画番茄，也就是说我们常吃的西红柿。好的，我们先选择红色的油画棒来画番茄。我们今天准备画两个番茄。好，我们再画一个圆。有时候番茄会长成心形，是吧？有时候会长得像桃子一样。一个，然后呢，上面有很多的绿叶。好，我们先画到这里，然后我们先不涂红色，我们再画一个切开的番茄。然后它也。绿叶，不知道小朋友们看过没看过地里长的西红柿啊？它长得不高，西红柿长得不高，但是一棵上能结不少。然后我们选择粉色。粉红色，去涂一些部位，因为西红柿里面啊。多的是粉红色的，然后我们再选一些深红色。深红色基本上是它的水，富含水的部分，就是番茄汁儿啊，经常看到一些番茄汁儿。红色。好，两个西红柿我们就画好了，一个切开的，一个没有切开的，一个可能熟透了，一个稍微生一点。好了，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，小朋友们再见。